艺人周家卫诞下崽崽洪大人之后急速复工，产后三个月便急速收身，恢复期至窈窕身段，他更担任纤体公司代言人。拍摄宣传照当日，家卫穿上性感泳衣，手抱 baby， 身材超好，简直比选港姐时更加性感。相信最开心的肯定是老公洪天明。有太多期待，变幻不停的画面，多少意外，心中向往的地方有多遥远，漫山遍野的春天何时到来。娱乐九九，搜集分享。